我是谢尔清，欢迎您回到导读台湾。萝卜饭可以说是台湾最普遍的美食小吃，可以从街边的小摊一路卖到五星级的酒店，甚至于呢登上总统府的国宴。因此呢，这个萝卜饭还有台湾国饭的美誉。那萝卜饭的由来来自于早期台湾生活贫困哦，要吃到一整块的猪肉是相当不容易的。那民众呢，将得来不易的猪肉呢，把它剁碎，甚至是剁块哦，然后呢，再用这个酱汁把它卤过，添上一大碗的白饭，那浇了酱，这样简单的美味可以说是台湾人共同的美食记忆。而你我，我相信呢，在心中呢，一定有一碗属于真正自己最爱的萝卜饭。热腾腾的白心米饭上卤汁一淋，浓郁的香气瞬间四溢，胶质油脂一同渗透晶莹剔透的米饭，瞬间被晕染渐层。吃这一口，谁还招架得住呢？我觉得它的那个米啊，口感很好，吃起来那个口感非常好，而且它腌巴哈没不一样，最主要是它的肉吃起来哈啊不会腻，过节胖贵了。它的饭我觉得就是粒粒分明啦，刚好淋上那个卤肉的酱汁，我觉得这是绝美的搭配。在台湾卤肉饭的商机一年高达数百亿台币，每家餐厅小店做法特色都不同，卤肉饭节跟着催生。但这一小碗高话题的美食还被打造成台湾国饭，一锅卤肉要做到色香味俱全，做法就不得马虎。曾经在卤肉饭争霸赛勇夺第一，吴志宪的 Pebble 就是靠猪皮切成小丁，把卤汁的香气和灵魂打造出来。这个的话是用猪的油皮丁，先下去爆炒，先把它那个油脂先逼出来，嫁给人家也干嘛肥而不腻一种感觉。这个里面大概15台斤。一定有啊，我现在手都是麻的。把冰糖化作琥珀色，再用逼过油的猪皮和肉块一起拌炒，焦香味开始充斥整个厨房。同样的一锅卤汁，把卤肉饭卖向国际，甚至还给员工认股的张永昌，他家的祖传秘方可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是，先切片，再切条状，那是3mm 正方。它的部位其实就是哪里？就是下巴。这刚好是2片，那这个地方就最 Q。用小锅温火慢炖，烤人工花时间，更每15分钟就要派人搅动捞油。会这么严苛，可是张永昌的坚持。从他爸爸那一代起，张家就从路边摊时期做起，他们遵循恩人传授的家传古法。欧米林的祖祖，伊只不过是暗时啊11点啊来路边摊啊，甲咱食一碗卤肉饭了后，那破口大骂的人客啊。第一，你的米爱改，你袂使你贪俗，什米贵啊，但是甜好食，肉素嘛爱改，所以你用手切，卖用机器夹。原来昔日这位可以每人大酒家五星总破塞开口的建议可不是随口说说，他的 Pebble 不仅让后来的张永昌一手撑起75家连锁店，更让他的卤肉饭年营收超过16亿台币。所谓的卤肉其实源自于酱油，卤猪肉的卤肉。华人世界中很早就有用酱油卤肉的烹饪习惯，而卤肉又和卤肉意义相同，但过往却曾出现一场证明运动。谈到卤肉饭，上头写着山东做法，猪肉块配上洋葱炒。2011年，米其林指南刊登卤肉饭来自于中国山东，当时不少台湾卤肉饭老板不以为意，但许多台湾民众愤愤不平，跳出来喊话，提倡证明。不过却有美食家坦言，虽然在山东没有看过卤肉饭，
但成语脍炙人口的脍，意味着细切的肉，含炙则是烧，扩大为卤的意义，并称为战国时期山东就有卤肉臊的美食。在早期是一些比较简单的菜色的这种台湾料理，他也会学习到各种来到台湾的这种不同口味的地方料理，比如说可能是粤菜，可能川菜，所以就开始会有一些融合。但无论如何，卤肉和米饭的结合确实是在台湾才有了自己的样子。台湾人把卤肉饭发扬光大，只是台湾古时候的卤肉饭不比现在登上国宴要上飞机的那种形态，更不是台湾的国饭。早年的卤肉饭据说其实是乡下农村穷苦人家买不起肉奢求来的微小梦想。如果在乡下，他通常就是会用自家的一些产物，那这个成本就会比较低一点。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台湾人平常的消费额就是很少，他很少就是他只平常只是吃个酱菜，吃个地瓜稀饭、番茄墙崩、三枪馍，存下的钱很多的时候就是拿去办桌。大的盛典的时候、庆典的时候，当然都要抬低得油，就是一定会杀一只猪，那拜天公，那拜完了以后，那一只猪的身上的那些肉啊、猪肝啊、猪肠子啊、猪肚啊，都就可以拿来做办桌菜。大块完整的猪肉是出钱办桌的主家拿来谢神宴客的主要食材，而有价值的猪肠、猪肚，甚至是猪网油，也能做成鸡卷和菜卷，增添菜色样式。许多宗破塞为了让蹄膀或是腿裤上桌完整美观，往往一块肉就会经过修边整形，而切下来的边角肉屑、多余的猪皮油脂，就会变成帮厨打下手的醉看阿姨或是周边邻居化腐朽为神奇的饮食智慧。不止半桌能减些剩余的角料，根据记载，过去古早时期贫穷人家买不起肉，也会向猪肉摊索取剩余的猪皮油脂或是肉屑，切成碎，用酱油、红葱酥一起卤成一锅，只要淋一些卤肉汁就非常下饭，农忙的一天也获得了温饱。所以自古好吃的卤肉饭未必一定有昂贵的猪肉部位，只要皮、汁、肉三者兼具，卤肉饭就是个简单的料理。在台湾小吃摊或是连锁卤肉店，各大门派的卤肉饭都有拥护者，但最重要的是调料配方和火候都是各家掌门人仅攥手中的武林秘籍，谁都别想要亲门踏户。胶质多却不油腻，看似简单却也诞生出台湾许多的卤肉饭名店。